二哥，你还记得小的时候，你总背着我往大街上跑吗？为这，你还挨过敏叔的骂。可你不怕，你还背。我爸就问你，你为什么总爱背着他呀？记得当时，你瞪着小眼睛说，就爱。从那天起呀，我就真的盼望着，二哥能出现在我的面前呢。你不来，我就二哥二哥的喊。二哥，我们要是真的，总也长不大，该有多好啊！现在好了，二哥可以随便背你了。你想去哪儿，二哥就背你去哪儿。二哥，你是真的喜欢我的，对吗？对。姐，你看我的新衣服好不好看？好看，今天你最好看。那我以后天天穿成这样，让你们看了我多开心。哦，大嫂，您坐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就是想来看看玉秋还有什么不习惯的。虽说刘妈也跟着陪嫁过来，但我还是有些不放心。大嫂，看您说的，都是一家人了，还说这些。哦，那您和玉秋先聊着，我出去照顾一下，免得大哥一个人太忙了。嗯，姐，你来，坐我这儿。你看，这个呀是我亲手做的，等我全都绣好了，我去送给你。你绣这干什么呀？没什么呀，我就希望你和大哥早点给我生个小侄子出来，这样我就可以逗着他玩，我开心，你们也都开心了。姐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哦，不，不是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家里要是有个孩子，就可以热闹些，笑声也更多一些。就是啊。哎，姐，你说我在胸口绣什么花好啊？姐，你说话呀。啊，绣什么都好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就高兴。忙活半天了，打把水洗洗脸吧。我小的时候啊，姑妈就在胸口给我绣牡丹，她说牡丹高贵，咱们就绣牡丹。姐，你说好不好？好，牡丹。
老掌柜的，二少爷让我把喜宴上的好酒好菜给您带来，让您尝尝。都还好吧？啊，都好，可热闹了。在哪儿招待的客人呢？啊，那不搭的喜棚吗？能摆上好几十桌呢。看着点老二，让他少喝点儿。他得跟玉秋过一辈子，真是难为他了。哎，哎呀，老掌柜的，您慢着点儿。您慢着点儿。搀着点儿啊。这前殿关了。啊，庆贺喜日，一律谢客。庆贺。庆贺。庆什么客呀？那是怕人家笑话。哎呦，扶我到前面看看。老掌柜的，郎中说您起不得呀。没事的，我自己知道啊。走，走啊。哎，走。你慢着点。没事。别伤心了，我知道那是你的一块肉，又何尝不是我的？可我们总得想一想，要不是华州来这一下子，玉秋就这么一直躺在家里，我们不是更不好受？我明白。我在想，今天这个样子对玉秋来说真的就是最好的吗？毕竟他和华州是从小一块长大的，华州那孩子人品不错，应该不会错待玉秋的。万良和云儿从小也是一块长大的，可又怎么样？世事难料啊。
把锤子和凿子给我。老掌柜的，您写好了，让我替您凿吧。你让我来吧，不行了，老掌柜的，你歇会儿，你歇会儿，你让我来凿吧。这样，就别送玉秋房了，还是送厢房吧。是，老掌柜的。老掌柜，我没事儿。哎，咱们没有心。大掌柜，大掌柜，大掌柜，老掌柜的。何娟，她怎么了？她哭什么？是老掌柜。怎么了？爹，您怎么不等我们就走啊？玉秋知道，慢点。爹怎么了？啊！老掌柜啊，老掌柜啊！
贵，我能在朱家落下脚，多亏了老东家，也给我一次尽孝的机会吧，哪怕穿一天孝也行啊。不行，大掌柜，没有老掌柜哪有我今天，我求求您了。这事儿不能让二少奶奶知道，要不然她会胡思乱想，如果外面动静大了，你还要在她面前大好之应，不能让她看出闵家丧喜同伴，更不能让她看出破绽。你进她的屋也要把校服脱掉。想了想，这么大的事儿不能不告诉云儿和村鹏，你马上动身，说什么也要把他们叫回来。是，我就去。不知道现在娶了你到底是不是错了。大掌柜，老总办来吊孝来了。请。来晚了，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会走。华州，岳父，我爹他老人家虽说走了，可您还健在，您不会不依不饶的吧？您后边坐。
有什么要指点的，您接着指点我。不，不敢。怎么了？啊！哎呀，你瞧瞧，这么漂亮的手，万一流脓打水的，我可担当不起。来，我给你做一下。啊，柳妈，外面怎么来来回回的，这么多脚步声？八成是来客人了吧？闵家心慈好善，又是几十年的老店遗风，应酬可多了。那我姐姐她，还有二少爷。这两天怎么不到我这儿来了？说哪做的不对吗？哎呀，二小姐，瞧你说的，这血脉都流到一块儿了，你还这么多心呢？来，我先把你的手给包上，咱们缝咱们的，让他们忙他们的。刘妈，不用了，不碍事的。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刘妈，你给我找身孝衣来吧。孝衣？你要干什么？别人都拿我当可怜虫，我不能把自己当局外人。二小姐，你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？以后不要叫我二小姐了，要叫我二少奶奶。这人生在世，有几个不像风筝似的以为自己能飞起来，可是个个都被一条线瞪着。咱得认这条线，是吗？快去吧。二少奶奶，可是都让你瞒着我，是吗？我听出来了，那是可怜我。没有什么事情能让闵家慌乱成这样。公爹的身子骨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他经不起这样的打击的。刘妈，快去吧，别让我再做不孝之人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二少爷，二少爷啊，爹走了，我的罪过更大了。不，
你什么过错也没有，是我不该用娶你来对付你爹。不，我要感谢你，让我也能为人之妻。可是这样对公爹的打击太大了。你知道二哥我没多少心眼儿，从小也没少为愣头愣脑挨打，现在长大了没人打了，我这心里反倒没着落了。要是现在有人能告诉我该怎么办，该有多好。比如说我要怎么办才能让心里头干净，你能告诉我，往后我听你的。我你一个整天躺在床上的人能告诉你什么？告诉我怎么样你才高兴，告诉我怎么样你才满意，别的都不去管他，行吗？嗯。人怎么说走就走了我？老人家，别哭了，赶了那么远的路，千万别哭坏了身子。老掌柜呀，来人，在，把老人家搀到后边垫房。是，备饭。哎呀，老掌柜，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？我的老掌柜呀，爹！爹！老掌柜，爹！小妹，老掌柜，爹！老掌柜，寸鹏不孝，回来晚了，请老掌柜恕罪。小妹，怕日子太长了，就没等你赶回来再出殡。马帮安置的怎么样？啊，好了，走，咱们去看看马帮的兄弟吧。走。你说，这人活着一辈子，到底图的是什么呀？你说这闵寿南，苦尽八夜的弄这个马店，可是。说走就走了，依我说呀，你们这是何苦呢？非要拿玉秋和婉秋来当药引子。老
好姐姐，我也是窝囊。闵寿南表面上不吭不哈，以老店遗风邀买人心，其实他心里的主意比谁都不少。行了，闵竹两家也算是世交了，你们俩跟着两家的老辈儿下南洋卖苦力，差点没跟老辈儿一起把命搭上，能有今天知足吧。老总办，不好了，闵家大小姐打上门来了，别让她进来。哎呀，哪拦得住啊，三下五除二把好几个伙计都撂倒了。就说我不在。哎，徐宝才，老姑奶奶，让他在楼下等着，我这就去。毁约逃婚还有脸打上门来，真是怪什么有什么，我倒要看这死丫头敢拿我怎么着。老姐姐，还是我去吧，走，快走。哎呀！大小姐，大小姐，闪开！大小姐，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大小姐，哎呀！大小姐，哇！大小姐，哎哎哎呀！哎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哎呀！谁再敢拦我，小心姑奶奶见下不认人。云儿，你们在干什么？都给我退下。是。云儿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一切都好吗？来，跟我来。有话坐下说。我是来找你爹的。哦，他在我们家就说他最想你了，你忘了他从小就最疼你，要不你跟我上楼去。不，我不去，你把他给我叫下来。看你怎么变得扭捏起来了，这可不像你啊。阿良哥，我爹被他气死了。知道。好吧，你不愿意上去，来这边坐。云梅，你真的那么恨我爹吗？不，不过我想问你一句话，是不是很恨我？我跟你说，我其实我真的……云梅，你不要说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心里另有所思，若是知道，我根本就用不着你为难，也不用你开口，我就会跟闵叔和我爹说清楚，也不至于让两家老人大动肝火。从你走了以后，我也想了很多，想到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想到我们两家人三代的世交，想到了我爹对你的疼爱之深，也想到我们两个到底该怎么办。说心里话，我并不认为你在外面会过得不开心。
因为个人的满足是受情感支配的，所以在海外婚姻早就不再被干涉被强制了。只是我们这里还在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包括我父亲，别看他主张实业救国，推崇经世致用，可是他心里仍然摆脱不了中国的那些传统。万良哥，其实从小到大你们全家人对我都很好，我也知道你爹他是真的疼我，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欺负我爹。我娘走得早，我爹又要拉扯我们三个人，还要经营马店，他多不容易呀！他不就是老实点吗？不肯和你爹一起学洋人的东西，难道真要把他气死才甘心吗？啊！就是想到您老面前请求您老的原谅，可是没想到您却走了。今天我和村鹏就在这里拜天地，希望您老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。就算是为了玉秋吧，来，起来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心里还都有所为，玉秋又为什么呀？
壮志翱翔。